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mber， 我来自加拿大。我现在在四川大学是一名大三的学生。然后，我平时喜欢滑滑板，然后跟朋友出去玩。对，好，欢迎我们来自加拿大的 Amber。那么，我们四号麦的小伙伴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。Hello， 我叫徐宁，我来自尼泊尔，我的真的名字就是 Sobo， 我喜欢足球，然后和朋友们出去玩。好的，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四川观察的直播间，也谢谢四位小伙伴，他们都分别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。那么刚刚我已经说过，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叫做子调而不刚，亦不涉素。那么听这个字面意思是不是觉得很难理解呢？没有关系，那么我们四川观察呢依然是通过我们这句话有一个简单的微电影。那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微电影之后，然后我们大家再来进行一个讨论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微电影。